It's said everyone has a story. China has almost 1.4 billion of them. From the mega cities to the vast countryside,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ultra modern. It's our job to bring these stories to you, direct from one of the most rapidly changing nations on the planet.把那个拍一下，苏小凯。 我爹嘞？在里面。我爹嘞？你爹睡觉了。哈喽。你晚上要住哪？晚上睡车库。哦，真的吗？好棒呀！ 欢迎德王这边来，那个大平台上，就是那个水晶矿的平台上，看了一百多个野驴呢。那块也得进呢。啊，那边都得把它拉过去。反正他们调查的、发现的动物比较集群的地方，都送过去。哎，这颜色阿拉伯，好不好？哦，看这个颜色都漂亮。你看这个就是包括这个应该椰子的。对，没啥问题。这没啥问题。 这个颜色特别好，这个挺好。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冷天吧，动物也很难，因为野生在这些地方都是些草质质量不太高那些区域，野生都在那些区域，在那补。但是能干的还能干，但是老了干不动了。<笑>所以要靠我们了。 我老爷子临时接到通知，说他要赶回乌鲁木齐回林业厅开会。哦，我好忧伤。人呢？还在那边。哎，去，赶快拉回车。
你先过来。事儿怎么就弄得一块呢？那你也要去看病呀、啊？你说你要真有啥，那我咋办？你咋办？这人最那个的，就应该是自己。自己的把自己照顾好，谁也照顾不了你自己、啊、那你就去看一下你的腰嘛。不是腰，他腿不太好，他现在那个脚脖子就跟萝卜似的，然后他也不去看，然后就天天就知道要么开会要么保护区。我就特别怕有一天要是他倒下了咋办？那这片土地该怎么办？我又该怎么办？好，行，好，慢点。行，回去吧，多穿点啊。穿点，对，没事，好了，好，哎，好了。不，那你就去把你的腰看一下嘛，能咋？行吧，好吧。要是你这次去了，你不再看一看，还好，这也过年，这天也不太好。你就去把你的腰看一下嘛，我们在这儿给你盯着撒行不行？好，好吧，行吧，我到时候那个，好，好吧，好，好，再见啊，好样的。那不也省？剪刀还是要。来。嗯。来。给。这些草，鹅喉林啊、野驴啊都能吃，所以就，对啊，他们就能好好过冬了。就我老爷子经常说一句话，就是野生动物活着特别简单，它只为了一口草一口水，就有了草有了水，它们就能活下去。卡山保护区啊，是咱们这个准格尔盆地东部的一个这个面积，现在面积是14856.48平方公里的一个，应该说是个超大型的荒漠有蹄类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个保护区主要保护的是野放的普氏野马、蒙古野驴、鹅喉林和盘羊。普氏野马现在有206匹。啊，应该组成了20多个野放的总自然分群的总群吧。蒙古野驴有接近2500匹左右，鹅喉林4000到5000头，盘羊可能有200头左右。这么大的一个总群数量啊，在这个保护区里头，在咱们国家也是很少见的。这就是高速公路的标段嘛，这不是？啊，这是那个谁，高速公路进料，进料的空车嘛，这个放在这儿。我有铁路呢，铁路没动它。嗯，看到没有，保护区的界，就这儿，看到没有？就这个绿蓝牌子，上面弄一个琉璃瓦那个，最北界了。从这儿开始进入卡拉麦里，进入卡山保护区，这里面，你看你不写的吗？前方进入保护区，先避让野生动物。人都写了，那都避让不成吗？这不是。
慢慢的，就是慢慢过，慢慢过吧，过路，对，过柏油路啊，咔嚓啊，我。保护区三个区，核心区、缓冲区，那是严禁相应的活动，人类活动，啊，但是实验区里头是要有相应的活动的，包括你看咱们说的高速公路、铁路，那是国大重大项目，国家重大项目，啊，那你得做这个东西。540米长，对，宽是多少？宽？宽是26米。26，就这样，大总宽度是吧？对，26。净高呢？4.5米。净高4.5米。你这个桥就算完工了啊？对。中间这个玩意儿就不封了？不封了。啊？不封了。就等于那边是一半，就得那边是到这个方向，这边是这边来的一个方向，是吧？哎呀，小伙子多好，你们学这个专业啊，虽然辛苦点，但觉得这都是成就啊。想了想，老了以后想想，你看这座大桥我们在这设计的，是吧？哎呀，我们就在想，这座桥是他们设计来破坏我们野生动物栖息区的。最后那，对呀，就是只能说呀，破坏了，给我们修个来个通道啊，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啊。嗯，你现在你看这个226就成了大问题了，咋走呢？现在看226之前没这个桥。对呀，咋弄？216因为修的时间比较长，我90年代初就修，修完了以后，那是国道啊，它肯定没有像现在高速一样有迁徙通道，所以后期怎么样去做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这个荒漠有蹄类确实需要穿越，啊，这不是从古代穿到现代的问题，也不是现在穿到古代的问题，这确实是需要它的交流，如果不交流，基因可能就要出现问题。这个东西落实啊，你这个东西你看到现在叫你们整的，包括你那边，哎，我这老铁爷，我今天又在那开会着急，这不8月底，你说这个17号了，不是你俩那么拉我几次了，怎么回事？想不通，好吧，你自己看着办去吧。从线上调档案调了多少吗？嗯，线上档案基本没有。对呀，我看看这个事情能够拖到什么时候。卡山作为整改，咱们按照31号的整改，一定要尽快的查漏补缺，好不好？你不查漏补缺，现在这个设计到时候麻烦，好不好？去年这个时候呢，主要是矿业的恢复，对这个违法企业的查处。达山路那恢复怎么样？这个地方？这处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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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啥样子？你看，它挖的。新疆卡拉麦里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呢，也是一个石油、煤炭、黄金等资源的富集地。此前，当地为了开发资源，已经连续5次调减了保护区的面积。而去年7月份，在第6次调减的时候，被国家紧急叫停整改。在当地连续5次的调减中，保护区的面积从1.8万多平方公里缩减到了1.28万平方公里。按照整改方案，凡是对保护区不利的企业必须停产办理。将周边的石料全部堆到四面，上面呢再铺上土，然后铺上适合当地的草籽，再15天之内把这个坑呢修复完毕。对野生动物比较厉害的影响，是厉害的还是我个人认为还是矿业是比较厉害的。你钻探呐，你放炮啊，这都影响的，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原来是老锡矿的这个加工区，还有它的那个主要是它的加工的地方，这个原来都是碾子，就在这个地方好多梭梭都长起来了。
非常漂亮，你看，还这还有佳木贼呢，佳木贼也活了，你看，猪毛菜，啊，哎，太可惜了，哎咦，贼车进来了，压它干啥？真是，哎，把这一块全部封死，车再不能上来了。那个原生植被不发芽，这个呢全是梭梭，你压都完了。你看这长的是梭梭呀，好不好？就顶多在那个地方，到这这来点就行了。这一压你看都坏了。现在为止，咱们说，保护区内的就可能剩了点石油吧，石油也得抓紧时间退出。现在应该说，只要保护区内的企业都停止生产，都退出去了，你没有基地的后机器的轰鸣声，没有人在里边天天跑来跑去，没有车辆在，没有人在里边干扰，这个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会自然而然就恢复了。这个事情不好做，包括我们现在卡拉麦里的整改也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我觉得拿过来以后，我觉得都是一个难过的一个坎儿。但是有很多事儿的时候，就是大是大非的时候，我们坚决不让的，是一定不会让的。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入流的人，比较孤单的一个人，因为做环保啊。这个是，尤其是你做真正的保护管理的时候，像我们这又是官员又是做学者的时候，你说你怎么样去搞两全？如果你去做两全的时候，你就非常孤独，你不会有朋友的。为啥？有些事儿，比方说保护区的规矩，那是必须要严格执行的。你执行起来，最后的目的就是你自己会很孤单的，非常孤单，最后就是孤立啊。但我也不希望这个样子，但是有时候。也得做呀，因为我们是最基层的单位，我们是替这个不是替一个行业，而是替国家在守着这座江山，在守着这个区域，你没有退路，你再想着去退的话，那谁再去往后退呢？我们都退了，后面人怎么退？没有退路。这景儿好，刚刚下完雨啊。哦，这个隔壁滩有希望了，你知道吗？现在还是八月份，还能长一长，是吧？看，多好！我的，哎呦，很好啊！哇！这水今天太好了，这光漂亮。很好。对我个人来讲，这一生。我觉得我很满足，为什么满足？因为你想，我是一个从山东农村走过来的一个苦孩子，那时候小时候家里都吃不饱饭，现在你想想我，哎呀，我最起码，很满足的。反正这个工作上，反正是还得一步步走吧，一步步走。
我们平房区水电都已老化，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我们村的棚改工作又如火如荼地进行。家里都要动了啊！看着啊，来啊，先动弹动弹啊！好嘛，喝杯酒吧啊，老爷子。老人家嘛，当时也是想的，就是说这个学了这么个专业啊，边疆做点事儿啊，那时候觉得各方面嘛，当时条件在那边还可以啊，另外专业在那一块也能发挥作用，所以说我老爷子反正也开通啊，就那去呗啊，就认准这个路吧，就离开了，反正是啊，老人反正是就觉得遗憾，就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很突然哈，就走了。如果就去世了，就这，但是就觉得，如果是现在要是在这个岁数上啊，就得点病什么，我们自己也能伺候，啊，哎。来，叔叔，过来，给你爷爷、奶奶跟上个相，啊，来，上香你自己会上吗？啊，自己点上，好好弄上啊。这个，哎，嗯，爷爷奶奶，我回来呢，我回来看看我老爷子。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小的时候也回来过哈，但是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啊，所以在这房子拆掉之前我们再回来看看，你们一定要保佑我们阿尔泰的野生动物越活越好。我就来这儿待过两三天，可能。但是我来的时候是我奶奶去世，所以我对这房子其实阴影还挺大的。我爹可能对他感情比较深。那阵我爷爷奶奶走之后，他就很崩溃，然后就天天在家喝酒，发酒疯那阵，一喝多就跪在地上哭，哇，太惨烈了，就那样。后来慢慢才好了的嘛，然后他们好多人都觉得他。特别能喝，喝了会闹事，但其实都不知道，是因为他心里比较苦吧。嗯。Thank you.
把我那相机拿出来就行了，连那个塑料袋子一起拿出来，塑料袋扔后座包上。啊，那谢吧，我们就走了。好的，好的。就让这驴粪，你看不看见？这个驴从这儿走的，看没？来来来，你看，你看，你看，怪得很啊！前面那就是大群。哇！大群全是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是老百姓咱们羡慕的区域，这个地方没有老百姓来了。所以说这个驴呢就跑到这儿，这一块你可以看是蒿子、驼绒驴这些东西，植被情况不错的，真毛也不错，所以这个驴就到这儿来了。卡拉麦里啊，我是希望啥呢？就是当我们整改到一定程度，当它正规以后啊，卡拉麦里的野生动物，我们去看着它就在那儿，啊，作为我一个做野生动物我来讲，这对我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宽慰吧。看那个大群，你看那看那个大群，那群驴在那多漂亮。